大家好，我是犬犬，这次来参加全民桌训举办的公益赛。这场公益赛顾名思义就是做慈善的，大家的报名费都会捐给育幼院，帮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。虽然是公益赛，但对手也不弱，而且我没有单打，全部都是双打。双打对我来说真的很吃亏，战术上除了很难跟队友配合，队友偶尔还会被我的旋转影响。影片开始前记得帮我按赞。YouTube 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，叫做乐推。部分的使用者使用手机帮我影片按赞，就会出现乐推。大家可以帮我点乐推，救救我的流量。还没订阅的记得订阅起来，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支持我哦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
快点！